马铃薯。啊、好辣！大家欢迎来到黄氏兄弟的开箱频道，我是伟伟，我是刚刚。这个东西我们吃过了，为什么要买给你？啊，你们吃过了？对啊。啊，没有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你们应该是从海外买过来的吧？嗯，那时候确实是在网购订到的啦。没错，去年很红，但是台湾还买不到的海底捞的自煮火锅。那为什么你从哪里买到这个东西？那这次 Seven 抢先有了这个通路，所以你现在可以在 Seven 买到这个东西啦。哇哦，它总共有三个口味，分别是姜辣蔬食自煮火锅，对，然后还有番茄牛肉自煮火锅。哦，其实还有一个啦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还有一个是麻辣的牛肉哦，但是因为一刚刚不吃辣，二我也不吃牛，所以这个就没有买啦。是，所以刚好，所以我手上都要跟你交换。好，是。好，那这一次番茄牛肉是269块、嗯，这个蔬食的是229块。哦，没有到很便宜，但是见真大的呢，而且自己煮感觉蛮幸福的，特别在这种快要进入冬天前推出。啊，对，心机、啊、跟脸一样大。所以有时候就是晚上很想吃火锅，然后火锅店都关了、嗯，就是给一些冬天然后工作到很忙很晚又想要吃火锅的人，对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去 Seven 买一锅自煮火锅来，很贴心。他在旁边呢有给你一个使用教程，嗯，也告诉你要怎么煮这个火锅。而且这个不用瓦斯，不用煮，它只需要可以喝的水就可以了。嗯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内容物是什么东西。好，它有这个番茄，它的盖子其实蛮有质感的。嗯。哎、欸，是那种耐，它上面有写耐热哦，所以它等下会从这个洞冒烟。冒烟，对对对。哦，嗯，啊，得了，哦，有点像洋芋片的包装。这是粉丝，哇，然后这个是牛肉调理包，牛肉调理包，还贴心的牙签一根。哦哦，综合蔬菜包，综合蔬菜包就是菜啦。对，然后这个是番茄酸香火锅汤底。嗯。还有一个、哦、啊，这是你的加热包哦，是的，好， okay, 这个就是番茄锅啦，应该跟你的差不多，我自己觉得一样的粉丝蔬，哎，综合蔬菜包一样啊，一样有餐具，嗯，哎，又是综合蔬菜包，哦、我有两个综合蔬菜包，然后一个是清油麻辣火锅汤底，跟这个，好，那我们。现在就开始煮吧。现在你看，连火锅都可以在家吃。然后呢，其实也有出那个烧烤盘，就玩自己啊。第一套，来，你们之后就看不到康康了。他的个人 IG 也会停哦，因为他会被我拖去秘密小空间。三秒，已经超过三秒了。说现在啊，你看火锅也可以在家吃，然后自己来，然后烧烤也有那种自己的烧烤盘。嗯。然后到底以后还有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在家自己弄呢？我们到底还要出门做什么呢？大家都不要出门。来看一下你的有什么料。我的有牛肉，嗯，对，然后粉丝，嗯，然后还有这些下面的东西跟菜包跟我差不多了。对对对对，莲藕还有莲藕，对，还有莲藕。嗯，那我这边的话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只是就是没有肉。那我倒上我的汤底，哦哦，很浓的呢。很浓的汤底，浓缩汤底的概念哦，看起来蛮辣的呢、哦。我全家是正确的吗？看起来上面、哦、很香、嗯，这是海底捞的麻辣的香味。然后呢，再来的话，我们要取出这个加热包。加热包是，嗯，它会有生理反应。生理反应，它会变大。这时候要迅速的把这个把它放上去。嗯，来看看起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静待十五分钟。叮叮叮，时间到了，过了十五分钟，它已经没有在冒烟了呢。番茄牛肉火锅，嘿，这个，粉丝有一些在上面哦，感觉还不错，还蛮浓郁的感觉呢。哎呀，这个，哇，好菜，好菜，主食就是这个吧？这是马铃薯吧？是马铃薯吗？到底是什么蔬菜啊？大家试试看好了，来了，开动，先喝看汤头。嗯，马铃薯，啊、很辣，啊，好辣，很辣。啊，因为康康是本身是不太吃辣的人，所以他也是有辣的呢。然后我这一锅的话超级香，哎、欸，它这是马铃薯，然后经过热了之后，它里面应该刚是超级无敌高温，它整个就粉掉了，就是咬下去会整个像 milky， 很好吃哎，康康。它是麻辣番茄牛肉是不是？反而是我觉得我这一锅没什么辣。
可它牛肉很软，就像那种入口即化，你咬一下就直接碎掉。我反而我这一锅蛮入味的，就我你看我这个粉丝从刚刚是透明的，然后现在已经都沾满了那个红色的酱。我来吃一根看看。嗯嗯，它的粉丝好吃，很好吃。我觉得如果爱吃辣的话，是真的很好吃的。但是我觉得它的辣是好，就是好在它是麻麻辣辣，它不会到那种爆炸辣。不过我现在才吃两口，我已经在冒汗了。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吃辣，或是你无法接受辣，像我是连胡椒都会觉得辣的人，那这个就会有点过辣。啊，木耳超级脆，你听。它的料其实都是很有水准的，然后这锅的辣是有辣油跟那个辣料部分，真的也还蛮辣，我已经开始冒汗了。所以它不会有那种分离的感觉，它是整个是融合在一起的。没错，在 Seven 买也是很方便，就是大家可以去 Seven 看看有没有在卖。那回家如果你觉得冬天很冷，然后又没人可以陪你吃火锅的时候，这个东西真的可以温暖你了。我应该。会让你整个人就热起来，热起来，让你今年冬天不再孤单。好了，黄叔，你看频道也会陪着你不孤单，好不好？是的。Yeah、黄叔，你看频道记得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铃铛哦。黄叔，你看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汤头？好，我试试看。没有，明就是很多辣油。你跟我开玩笑？我不要。